把它翻过身了之后呢，就看到它嘴唇咬得很紧发紫，眼睛瞪得很大，但是呼叫它呢没有任何的反应。那上面的人哪个强就哪确实，那命就不在了。现在一般的人就说这个有人到路上了，没有人敢扶的。这个人他就说真的是传递正能量啊。我当时也没怎么想，作为退伍军人吧，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挺身而出吧。